请问师父上人，一指亲近一位善知识，好处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是一桩大事，最重要的就是一指一位善知识，对于你的一生从学习，一个是学，一个是习，至观见到道德知识，是现在人生活在世界不能少的。一个人一生一直善知识，是一桩大事，晚年特别是退休之后，时间都是自己，无论什么人，这都是告诉我，我已经进入晚年，这一句警惕的话非常重要，不能疏忽。这一生成功失败，关键就在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，找一个有学问、有德行的老人，儒释道都可以，甚至其他的宗教，个人的缘分不相同，成就没那样。请问师父上人，对知识分子而言，最好的修行方式是什么呢？念佛、拜佛、读经，如果有这个环境，最好每天定入功课，天天不缺，自己家里有个佛堂，拜佛好，拜佛也是一个运动，要定出功课出来，每天拜一拜拜，拜年拜拜，自己跟自己规定要认真，日日不断把自己的功课做完，皆行并重，行门是拜佛，是念佛，跟念佛可以合起来做，一天拜年拜拜，慢慢的增加，至少要拜一拜拜，这一年一天不缺，行门接门读经，佛的经典读经，目的在背诵，开始的时候用经本，熟了以后不用经本，经本背了，每一天背48卷，一直到还有寿命，也就是到咽气那一天为止，跟佛定个约，请佛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没有健康身体你不能拜，所以健康的身体很重要，这个愿你要发，确确实实可以做到的。我们同学当中
有修这个法，修得很有成就，我看到很欢喜。读经好啊，要有恒，选择净土三经或者往生论，以五经一论作为教材，把它念熟，念到南北诵，念佛拜佛读经，决定不中断，每一天跟佛菩萨交缘，大家在一块，像我们都住在极乐寺，悟道悟行都是很难得的修行人，一直一味善知识可以选择。你们要来问我，我给你介绍。尤其我希望这些善知识做出标准。标准我刚才讲，读经念佛拜佛，每一天不中断，一年到头不中断。我们自己劝人念佛，自己要不念佛，他不相信啊。我们自己要做出榜样，他就相信，而且他也肯继续做。我不是骗你，我也要做榜样。我所说的最低的榜样，读诵分量最少的榜样。大家工作法务很忙，也要照顾，大家还要给全球庆祝，也要做出一个行门的榜样。我们自己不做，别人不敢做。行门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做个样子。现在大家都繁忙，功课50分钟、30分钟做完，还有时间，你可以把每天的时间平均延长1.5小时，延长到2小时，延长到3小时，不必拘束，或是延长读诵，或是延长念佛次数，每天念佛次数增加，让自己的功课长续不断。这个世界该放下的统统要放下，不放下就是障碍，障碍你往生极乐世界。你肯放下，问题就解决。成败不在外面，在自己决心恒心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希望同学珍惜这一次的缘分，我们遇到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净土，不辜负这一生，不辜负这一生，这一生真的抓到
行住坐卧不离妙。今天我们就谈到此地，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，永远能够续下去。我们这个小念佛会永远存在。